喂，有冇水人啊？睇下先。我惊 X Blade short short 地嘅，有冇啊？等等，熟啊熟啊！等等，收到啊，收你啊嘛 ，Eagle， 等等，听唔听到啊？而家，喂，睇先，好似一切正常喎，系冇嘢，绝卜。絕卜是什麼意思 ？Eagle 聽到了嗎？過橋拆河借人啊殺刀，聽說如果放 Jupas， 哇這麼快放 Jupas offer 是什麼？現在我往年要8月，好像8月1我才放的那時候，啊，知不知道經常遲到死後會落地獄，所以我不遲啊。格林威治時間21點30分啊，氣溫啊，今日几多度啊？都32、33度啊！今日又冻冻地嘅，到晏昼嘅时候，吓着凉。你好 ，Edward Swinter， 睇下先啊。但系我冇 offer， 点算？喂，听日系即刻，喂，听日系星期四喎，咁奇怪嗰个冇 offer。我想知道，如果你冇 offer， 你可以选择咯，你自己睇你嗰个读书嗰、那个有冇嗰个心态啊？如果你想读嗰、那个。嗰、那個有張相咧，繼續讀書啊！你咪去報嗰啲阿蘇啊，嗰啲啊黐孖筋，唔好講粗口，班長唔好講粗口好嘛？班長，唔好 Xbox 360，如果唔係咧玩 Forza 撞到達叔嘅希巴蘭啊！你想撞我唔係咁易啊！我驚你車尾燈都未見到，嗨都未嗨到個車尾，撞不成，反而衝咗落街唔好，好即刻開得波啦啊！扮小生，你想我扮林峰啊？又阿苏都爆晒，边个咁快爆啊？佢都要预嗰啲，讲真，阿苏唔会咁快爆嘅，因为咧佢要预嗰啲，佢都想收翻啲好学生。D D 玩唔玩？睇怕佢未玩得啊！我谂 D D 今日去咗蒲个礼盒，似乎系咁啊。听日咧揾个自己嘅 number， 应该用 Control F 吓、啊。哇，嗰、那个要揾嘅咩？嗰、那個你 lock in 啫嘛，以前 Jupas 嗰個系統係你一 lock in 咧就咩噶啦啊！你一 lock in， 跟住佢就會寫俾你聽有冇 offer， 冇 offer 佢就會話俾你 no offer 啊嘛。我印象係咁啊，啊，你有冇係咪咁樣嘅而家？冇遲到，一定冇遲到，黐線，冇遲到冇可能。L 放榜嗰日咧收曬 ，DSE 放榜咧好多人都報唔到，仲有 high deep 嗰啲嘛，鄉村入波點睇 ？With me。下波啦，啲啲唔紧要，我哋即刻开波啦，啊！啲啲，你睇咗我哋入波，啲你睇一次，你睇下达叔点打，观摩下，学习下，啲你可以从旁学习啊，达哥嗰个扭波啊啲技术先，啊，今场好嘛？蜡笔小新，小新，零个共零个。我讲咩 Facebook？ 我有讲咩 Facebook 咩？我冇讲过啊！啊，大哥几时啊塞车？咩几时塞车？点样塞车？嗰、那个香川先包，香川真师入波啊！打咩队入波啊？啊！琴晚 KMDD 咧嗰个一个扭晒咁多个，我咪要不是大哥，大哥要扭嘅话，一个扭埋自己嗰啲喎，扭22个，又自己拢扭埋自己队友出嚟，好即系开波啦！啊，俾阿黎英先，黎英点啊？等过嚟，俾阿成龙，成龙吸一吸，俾上去，靓波啊！俾咗 Derek 先 ，Derek 拖上去，会唔会自己射？佢到去，俾咗达叔啊！即刻关入，哎呀，好笑笑，争啲想即刻俾 D D 一个学习一个学习机会 ，D D 我一教你开一个角球，掟落去啦！你睇下下对住人哋个头嚟斩啊 ，D D
见到未？有啲方法咧，读历史啊，好简单嘅。读历史咧，嗰个你要当故仔咁读。如果你强行死记硬背，一定死。你当好睇啊《三国演义》啊，睇啊卡通片啊，咁好简单。啊，你有啲人咧，唔知道有冇觉咧？有啲人咧读书好差，好似我大叔小学嘅时候咧，有个人考读圣经啊，读圣即系佢任何科目都好差，唯独咧圣经攞 A。跟住你问亲佢任何啲圣经故事都记得咩？以撒同雅各，诶嗰阵时我记得咩嗰条填充题，我嗰阵时细个，以撒同雅各佢话咩雅各用咗咩困咗嗰个咩长子嘅名分啊，佢用咗乜嘢？哇喊出嚟，为咗俾 D D 玩，所以我特登吓到佢走噶，即刻可以嚟啦 ，D D 可以玩。咁佢话雅各用啲咩嚟呃咗嗰个以撒嗰个长子嘅名分啊？咁啊佢嗰个。嗰、那个好记得，嗰阵时我测验唔鬼记得，我写咩绿豆沙好似，跟住隔篱嗰个定红豆沙我唔记得，跟住隔篱个同学咧就拍我，无啦啦做测验定咁拍我，佢话写错字，佢话唔可以写红豆沙，啊红豆定绿豆汤，总之系要写一个汤字，如果唔系就错。跟住嗰阵，跟住我即刻改咧，二话不说啊 ，D D S T 啊，咁啊，于是咧咁啊，达叔啊，跟住跟住佢啦，咁啊改咗咧，即刻咧冇事，即刻攞翻分。跟住好多人咧，好多同学仔都写绿豆沙咧就扣分啊。你有冇睇过？你知唔知啊？喂，有冇人记得以撒同雅各嗰个故事啊？跟住佢咩攞咗人哋长子嘅名分，跟住俾人追杀啊？胡波士高同胡杏儿分手点睇？明眼人都知噶啦，肯定系为咗做世做新闻噶啦啊！嗰个剧啊，系人都知道。你见无啦啦好唔讲词唔讲，佢话又喺怒火街头二的记者招待会嗰度讲，系嘛？我记得咧，当年咧，我班有同学乜科都差，就系拎咗个最佳基督徒啊！我个同学咪系咁咯，咪就话佢读书好差，但系佢考圣经故事一样好高分。通常都系咁嘅，你如果想读历史好咧，一定要当佢古仔咁听啊！你觉得呢个古仔好听？你如果尝试一开头咧，就觉得咩历史好闷，咁你一定唔会睇，你当听故事，你当睇好似 TVB 连续剧，你都谂下，你当中国历史啊，定唔系唔好？你世史咁，你谂下边个人演咯，自己幻想下，哦林峰啊，做嚟讲宋朝嘅，你咪谂下，哦宋朝嗰个咩啊，嗰、那个咩欺凌变法嗰啲乜鬼嘢嗰啲咩啊，王安石，咁你是但谂一个 TVB 嗰啲虎面书生咯，吴卓羲啊，或者古天乐咁类似咁喺度型代入去嘅，古天乐喺度讲啊啲变法，最后忧愤而死，罗家良啊。啊，罗家良最啱啊！创世纪呢啲佢最中意搞嗰啲改革噶，你系当啊啲王安石系啊罗家良啊，好似嗰啲争产气咁啊，同人斗噶，最后斗输咗自杀。啱啱睇嗰个电视广告咧，好耐都冇见罗家良喎，佢出席嗰个咩主席节目，我即刻想嗰日请假去睇嗰个罗家良嗰个节目，因为知系第几集咩皆大欢喜乜鬼嘢吓？罗家良、罗家英。会唔会太后生？家良 B B， 罗家良好中意听，一唱主题曲又好听。我最中意就系罗家良呢个演员，讲真，又做难兄难弟啊，又做大阿阿叶荣添、大头文啊，天地豪情，系嘛？之后仲有嗰个咩先生贵姓，扮女人又得又似，咩戏都难唔到佢。罗家良做戏真系好好睇啊！啊，最中意听大哥唱歌。点睇江华？江华都 OK， 江华下啲戏好长，咪话最中意佢做个阿边个咯？江华咪嗰个连俊，嗰、那个你哋最中意讲啊咩咩轮咩同轮啊咩咩咩音啊 DVD 嗰个咩咩咩点样同轮啊？嗰句嘢咩音足以同轮定乜鬼嘢啊？今日啦，唔好玩人中好唔好？点解啊？要快爆咗佢啊！今晚赛车，叻声，秋天的童话，吹口哨啊！秋天街市的童话系有喎、啊，秋天阿罗、啊、家良有拍过秋天的童话咩？秋天的童话系阿发哥拍噶、啊，调转咗系嘛？街市的童话系有，我好记得阿罗家良拍街市的童话，好成龙。肯过嚟先，俾咗个礼盒，个礼盒错，俾上嚟啦。啊，黎英，点啊？俾落去个礼盒，即刻揞翻落去，想直线，可惜揞唔到。
早晨啊，今日四点先起身啊，你又好。大叔嘅神咁早已经啊走去起身翻工，大镬啊！对面啊云达不来梅咧，已经系一个攻势可惜嘅 Derry 及时啊，即刻截到噶啦。你已经即刻控一控波啊，俾咗成龙，成龙俾呢啲呢啲睇你点啊，拖住先吸得靓啊，俾上去直线，嚟英会唔会即刻入波？俾我大叔，大叔啊，即刻俾翻落去！哎呀，想俾你入波啊，可惜啊，黎英谂住啦。啊！见你嚟到我即刻谂住做翻球助攻俾你，可惜啊！龙妹啦，醒目啊，知道我单刀还传，可惜射得仲传，黐线！以我哋快乐足球啊嘛，入波唔重要，最紧要快乐啊最重要啦！入波几时用乜嘢再整嘅球你啦？即刻入啦！可能呢球，哇！你啦，呢下窝你几靓，传得啱啱好，球正嗰个眼生眼跳针啊！咁样都睇到越位，冇可能。你知唔知罗嘉良娶咗个新老婆？你知唔知啊？系一个大陆嗰个靓女演员嚟啊！你知唔知啊？以前罗嘉良个老婆系一个生个仔，我记得系一个 OL 四眼咁样嘅，好似如果冇记错啊。跟住收尾就啲人话咩？有一次罗嘉良咪一排咧，好中意拍住阿佘诗曼啊。有啲人有传闻话咩咩，佢老婆惊得滞，话惊阿佘诗曼同阿罗嘉良有路，就走去监住佢啊。嗰阵时 K100 定报纸有写，你有冇听过？细个读书咩都唔劲，唯独咩啊 ？Underground AV， 你好，你叫我咩啊？细个读书咩都唔劲，唯独咧圣经好熟。我喺细个嗰阵咧填啊答冲题，条问题问雅各点样握住个掌指嘅位，我见侧边条有写六笔啊。你讲翻我故事做咩啊？你是我隔离嗰个咩？你叫咩名字？我问你啊，你是男定女啊？我问翻你，你是男定女？你性别是男定女？呢位同学，呢位同学，点睇咧？无线亚视一齐搞奥运啊！几百年嚟都未试过，两个敌对嘅电视台居然合作，真系破天荒，一齐想玩死有线，摆明啊，关你咩事？黐线咁，我确认下佢系咪我真系我同学啊嘛？我有啲回忆，有啲秘密啊嘛。如果佢系，我谂住啱啱有啲佢嘅秘密，我唔谂住讲噶啦啊！如果佢喺度，好靓啊，俾到啲啲。哎呀，我先系越位。点解上次系同同学咧讲你要同太子女嘅故事，佢哋笑到稀巴烂，当堂咧成个人笑到爆炸。我同太子女去，即系你讲乱针嗰个故事啊，乱咗条裤啊，定系边啊？系咪嗰个四季酒店嗰个故仔啊？今日学校都知你留班。你中几？你打晒369，大哥都未接到波，系咪？系咪代表你 delay 好多？哎呀，可惜系越位啊！啊，佢哋笑系笑其他嘢，唔一定嘅。啊，祝福我听日啊 ，Jupas， 放心，听日嗰个有听大叔台嘅，应该都会派到一个啊，嗰、那个自己啊想要嗰个好成绩嘅，唔需要担心。啊啊！读书嘢亦都系嗰句啦，佢派唔到啊，唔一定系话即刻绝望啊，唔需要咁担心。天无绝人之路，系、啊、嘛？好似以前咧，唔知睇边度剧话咩，如果个天咩闩咗个门，就会咩开翻个窗俾你啊。跟住嗰阵时啊，我有个朋友同我讲咩，你知唔知点解啊？闩咗门开窗俾你跳楼啊，咁样讲。跟住当时我啊觉得好一好幽默啊，好好笑。好，即刻啲啲关落去，哎呀成龙，可惜啊，我咪俾你啊。除咗街霸，人科神人中咗咩咩都有，但系我咁乐观，乐观的人我系。上星期放唔系啊，唔系放榜啊，系讲个我嗰、那个派边间大学。哇，对面有人龙嚟，唔怪之远处话你啦。对面啊呢、這个人啊，呢、這个龙门真系醒目，哇难难到佢顶到啊郭大侠争少少啊，都话你实传你传就实入唔到波，黐线。一阵我整几球助攻你听，即刻噶，唔紧要。阿士一系乱金啊灭聊啊！你讲啊，阿士又系宋朝啊？吓、啊，阿士边有宋朝咁劲？我话阿士，你知唔知宋朝系最多钱嘅朝代之一啊？佢连你嗰个 GDP 占咗咩全世界唔知四分三定乜鬼嘅？你知唔知嗰阵时？你话阿士系宋朝，真系完全系侮辱宋朝，话俾你听。你睇宋朝系费事打仗啊，俾钱啊，唉，佢话唔得啊，唔得人同你嘈，佢话俾钱你，佢打仗仲麻烦，佢钱仲多，佢咁讲，呢啲吸上嚟，哇，会唔会自己射埋？
可惜啊，最后咧都俾人攞到。今日咧冇失恋啊，冇心机，但系听日要翻工点算？系点解？点解失恋？扎请病假咯。我觉得有时都会咁啊，中医好平嘅，你啊同中医讲好唔舒服，好头痛啊，你讲讲好头痛，头痛我冇得讲嘅，你头痛我系测唔到啊，你整到我眼眯埋，头好痛。跟住佢啊，跟住咧，如果你嗰晚夜瞓啲，佢话肝火上升，佢系咁讲，伸条脷出嚟睇下，跟住你故意唔饮水，大概啊三个钟先会睇，跟住佢话哦脷胎，我话脷胎好厚好干，系咁讲，好多白色，咁你又可以好肯定咧，就可以攞一日病假啊！哇，你咁样，我争啲读咗出嚟咩忍者龟啊！跟住佢之后隔咗十几个字之后就讲头痛啊嘛，两个人啦够。如果我一唔小心咧，又会讲嗰啲唔好嘅嘢出嚟。好彩大叔嗰个反应啊，反应得快。一睇落去，因为可能想读啊，忍者龟有啲咩咁特别咧，即刻读。因为细个大叔都好中意睇忍者龟。忍者龟系用四个画家嘛，咩米高安哲卢啊嗰啲咩达芬里奥纳度、达芬奇啊、拉斐尔嗰啲，全部都系嗰啲一等一嗰啲画家嚟啊。啊！仲有四嗰阵时，忍者龟系咪全部都沟同一条女啊？叫咩米宝定咩爱宝定乜鬼嘢？代宝啊，好似系嘛？爱宝系嘛？一山鸡腿亦阴公，一禁区之王，一收工啊，打巴使用啊，手机睇大哥真系享受。翻咩工啊？成成咁 shining 星咁夜先翻工啊？恩沙基咧好惨啊！我都估唔到，其实我觉得仲可以踢。讲真，恩沙基个状态 keep 得咁好，佢嗰阵时我记得 A.C. 有一排拍图定唔知乜鬼嘢冇人用，仲出翻佢靠佢入波。我记得有一排系成队 A.C. 唔识入波，净系得翻要用恩沙基入波，卅几岁啊？咩外母？咩意思？无啦啦，点解讲咩外母啊？外宝？我、啊、你讲忍者龟嗰个四个追嗰条女啊嘛？外宝。啊，同埋外母黐线，咁啊，忍者龟嗰个师傅系老鼠，你知唔知？嗰阵时，即系咪我如果冇记错，忍者龟系饮嗰啲核废料，跟住进化啊嘛。嗰阵时诶，啲科学家乱咁倒啲核废料，跟住只俾只老鼠啊，定咩啊？老鼠系咪同佢一齐饮啊？定系饮线？所以佢啊做咗师傅。我想知只老鼠点解可以识咁多功夫？有冇人记得？即系我好似记得只老鼠系唔知边个咩，系个武术家养定乜鬼嘢啊嘛，系嘛？哇！对面个笼冲到出嚟，狐狸、老鼠啊，嗰个咩老虎？忍者龟边有老虎？你有冇睇啊？忍者龟个四只师傅个老啊，系饮咗核废料会点进化咯？你又变成忍者龟咁样，绿变绿色啊？嗰日龟饮咗就变人，嗰个人饮咗变只龟。变成身绿色咁样啊，青 B B， 哇小心啊！对面哇有机会喎、啊，打个反击啦！对面云大不耐妹，穿过左路，小心啊！成龙啊及时啊拦截噶啦，硬上前咧又，哎呀可惜啊俾人啊打下荷包，已经想攞噶啦，可惜啊对面系醒目仔噶啦，啊成龙即刻传翻过嚟，好俾上黎英先，黎英啊箍一箍波想俾啊，可惜俾人攞到啊。有四个师傅同一个师傅，你有冇睇过忍者龟？我怀疑你哋真系冇睇过。早排无线都有重播，哇！呢啲可惜啊，斩个人顶唔到。跳跳虎多蒙特 ，sorry 啊，讲错咗，多蒙特。沙迪你有冇记得边个系沙迪啊？沙迪系忍者龟嗰个蒙面嗰、那个，哇！对面二位陷阱，小心啊！对面即刻打反攻啦，应该俾直线俾唔到啊！成龙及时攞到沙迪咧，同啊嗰、那个马沙有啲似，又系咁样，但又有两只角啊啊！你有冇觉得同嗰个马沙真系成个饼人咁样啊？我想知嗰阵时咧，我有听过系咪话忍者龟系我哋香港人设计？你哋知唔知啊？忍者龟系其系我哋香港人设计嘅，听一个好似维基有写过 Wiki， 所以我好中意忍。呢、这个港人争光，即系最早扬威海外嘅一个嗰个卡通片啊！哇，小心！九十后唔识忍者龟，点会啊？嗰阵时无线有重播，我都睇喎。忍者龟收尾佢而家画到啲忍者龟一啲都唔 Q， 以前忍者龟好 Q 啊，仲有眼珠，而家呢啲全部冇眼珠，仲有嗰、那个有拍过电影喎，忍者龟都好俾落去。
靓啊，冇越位系嘛？冇啊，成龙，睇你点发板啦、啊！入咗瓜瓜落去，过。Cam 呢啲啊，啊，俾啊，成龙俾得好靓你啦，硬过嚟，即刻立即个射入，你睇，符禄 ，GK 有咩计啊？讲真，苏射，皮波波，沙油几时整翻到个 mon 啊？啊，一波除虎庆祝，我真人除咯，哇，即刻走，我真人除咗，你睇唔到噶嘛？啊，喺 game 入边冇呢个动作嘅，揿唔到出嚟。但我点解要唱每歌唔使啊？啊，唔使唱。忍者龟一只眼好似白色一摊嘢，呢个新版旧版系好 Q 圆氹朵，好似 Q 太郎咁样嘅。啊，都话大哥失传啊，失唔入成龙啊，好波。系啊，忍者龟有个玩具识自己打空翻啊，识从9999。你真系我都系好中意睇忍者龟，有冇兄弟好中意睇忍者龟啊？打人老咗走场有冇搞错？黐线，唔使咁怒气，啲啲唔使怒气。以前有只 Game Boy 忍者龟，我话俾你听，我打咗大概，我细个有 Game Boy， 嗱先，我细个几岁有 Game Boy， 总之我 Game Boy 咧，我有时就算大个咗，读到中六七，有时无聊时啊，屁股痕咧，啊都要抄翻部 Game Boy 嚟玩嘅。但系佢有一只 game 咧，就系忍者龟，佢系我打咗十几年啦，我谂都有啊，冇打唔爆几，从来都未打到唔知第六七关到，即刻收皮啊！黎英，黎英打唔打？咁啊 ，game boy 嗰只劲难玩，低能啊！我记得去到后尾咧，仲要坐住个滑板定咩飞船，难玩到飞起啊！有冇玩过？走啦！咁快，辛苦你啦！小白咧失败咧都唔开心，几日啦系咪好傻仔啊？唔会傻嘅，正常，真心引致泪流啊嘛！有冇听过啊 ？Game Boy 嗰只有冇玩过先？讲真，如果有玩过人，一定系玩到如果脾气唔好咧 ，Game Boy 掉烂几部。嗰、那个 Game Boy 我话俾你听，有嗰只 game 系咁嘅。咁你有得揀四隻忍者龟啦，咁唯一唔同呢就係我一定係用棍㗎，因为支棍长啲，其余冇反冇一样嘅，全部一样嘅，嗰啲动作一样，係嗰个武器唔同，用叉啲又唔会揈快啲冇嘅，啊唯一一个分别呢就係嗰个用棍嗰个最劲，即係用棍嗰个死咗呢，我基本上你都唔使玩啦，你之后用嗰三个都一定输呀，啊一定要用棍，好似係 Leonardo 啊，係咪唔係棍係拉菲尔。如果你用棍嗰个输咗咧，唔使玩。咁咧，如果你输晒四啊，佢咧输咗咧就会坐监，嗰个人就会啊，咁你系用唔到嘅。跟住讲咗，哎呀，咁咧如果有唔知四隻坐晒监啊，佢如果你死晒咧，佢俾一次机会你。如果你打赢个大佬咧，咁你又唔使坐监。个沙迪个大佬沙迪系一巨人嚟，难打到飞起，喐嚟喐去。跟住你个忍者龟一个斗士咁样啦，跟住嗰沙迪嘅巨人，成个画面都系行，系咁行嚟行去撞你，跟住劲易扣血。啊！扣两扣啊，死嘅啦！啊，一扣啊，一路扣啊！我记得玩过，我都好似玩到唔知第几关啦。我连呢个大佬咧，即好似最尾后尾 last 一关，你都要打翻佢，就算你唔坐监啊！我未试过见到呢个大佬已经收皮啊！我已经啊，次次玩到乜鬼嘢，玩到第二三关啦，有一关咧就要坐住啊飞船咁一路，佢系咁一路向前行，跑得好鬼快，咁你要跳起咁样，好鬼难玩，觉得系比耐，可惜系比唔到。用棍招系直升机 ，Xbox 有忍者龟，用必杀技忍者。哇！你越讲越离谱，点解忍者龟你一定要加一个？唉，后面咧就要讲佢一讲啊，讲佢啊头部嗰个位置，点解一定要咁样咧？忍者龟你唔可以讲啊，忍者龟嘅手啊，啊嗰、那个武器啊，好个大侠直接轰落去，小心啊！哇 ！KFD 会唔会太劲？十三分钟。呢下犀利啊！一嘢咧唔放弃，继续喺远处嗰个顶入去咧，咁啊入到去啊！巴宝兄弟 ，Game Boy 有蜘蛛侠玩咩？未玩过喎、啊。Dreamcast 有只蜘蛛侠啊，几好玩，我玩过打爆机。好，郭大侠，俾落去中间先 ，David 吸过嚟可以射噶啦，呢、這个位靓啊，可惜啊对面有人删到。
啊！黄宗泽同胡杏儿，你哋点睇啊？你哋自己本身觉得呢一对系点啊？以前早几日仲唔系话咩好恩爱，话咩买楼定咩咩胡杏儿入去佢屋企乜鬼嘢啊？哇！小心啊！点解会嗰、那个感情咧转移得好快啊？你点样睇？你都有。第二关系爬大厦，细个啊好难啊，唔识玩。做新聞啊，我都系觉得一致认为都系嗰、那個，哇，会唔会太劲？最近达叔频频入播二十分钟 ，KMTD 一嘢揞埋嚟达叔个，亦都咧几样呢个向恩沙基致敬你啦，禁区之王你啦，达叔个射程范围就系呢、這个短短地，一样 OK。爱情嘅转移，你讲啦，会唔会偷偷地迟下又复合？但系报纸有卖、啊，报纸仲写埋咩咩咩，我同佢已再无关系，乜鬼嘢啊？好，但系佢好好讲唔啊，好讲迟啊，唔讲啊，迟唔讲啊，系要咧喺个咩新剧《怒火街头二》先讲啊，居心啊叵测，系嘛？但系我屋企咧就系多只猫，有叮嘅，改咩名字？我叮当。嗰、那个咧有叮啊，啊叮叮嗰把叮啊要响当当啊叫叮当，你觉得以下未知以下如何啊？个大侠俾落去，即刻红啊红线，吸过嚟俾翻你呢啲，哎呀可惜啊！有冇咧玩过 game boy 蝙蝠侠？有一关咧去水度，差唔多成个画面系水啊，跟住点啊？成个画面好似有玩过，成个画面系水，你要用啲钩黐住啲水度飞嚟飞去咁行。我只记得有一关系的，哇！软射会唔会又啊争少少？我记得蝙蝠侠咧 ，Game Boy 有只叫蝙蝠侠，劲难玩。去到有一关唔知道打小丑定谜语人喺啲强水嗰度，下低有啲强水，跟住你要同嗰个谜语人定小丑打，跟住打输咗就跌落地，哇！个大侠阴功啊，咬腰咬到咧扭断晒，争啲如果片咗个字尾拉细嘅有机会入。好正啊！有得飞嚟飞去啊 ！KMDD 冇你要死啦，大哥！黐线，点解我点解咁样烂队友？好小心啊！传咧北京嘅暴雨啊，死亡啊，超出咗啊，想象数以万计。嗰、那个话、啊、我早几日仲去查人哋话咩故宫嗰、那个故宫嗰个下水道啊，仲靓仲好过啲假啲坑渠。你话下故宫啊，啲黑嗰啲露宿者咧匿入去故宫嗰度咧避雨，反而冇事。跟人哋出面咧，人哋嗰啲北京嗰啲屋企咧，个反而个马桶水浸啊，嗰啲水啊流出嚟。反而啊，个故宫嗰啲，佢话咩人哋故宫几百年前嗰个故宫嗰个下水道咧，仲做得好过你而家。佢系咁样讲啊，你点睇？你好 ，Bear Q。Game Boy 好多 game 打爆唔到啊，红白机都系啊，劲难玩。红白机爆到 game 冇得云斗罗噶，几好似系咪？我最记得云斗罗同埋热血某啲系列咧，我都爆到。啊，其余九成九咧，好多嗰啲 game 我都爆唔到，包括呢个乜鬼嘢啊？谂下先，马里奥啊，仲有一只一定要讲马戏团。哇，个大侠呢下留得嚟，哇！唔好意思 ，sorry， 对唔住个大侠，我冇谂过你会抽到埋我身度 ，sorry， 认真，对唔住，都系道歉个大侠，唔好意思，嘥个冧先，射到我肾都爆啊嘛，啊挂住讲个任天堂嗰个 game 啊，我嗰、那个唔好意思个大侠，一讲个马戏团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玩过红白机马戏团，劲难玩。马戏团咧又一开头唔知骑唔知狮子定咩，好似系啊，去到后尾好似唔知第四关定第五关啲骑马难玩到飞起，我过极都过唔到，玩咗又系玩咗五六年啊，又系都爆唔到机。跳火圈啊，系啊，红零九五九，阿康零九五九揸电单车 ，KMDD 会唔会太好扭？进攻终结者。热血足球有啊，热血小美球打爆，热血小美球都打爆到。热血啲 game 呢虽然难玩，但叔都爆到嘅。哇，小心！但系如果咧你玩一个嗰个马戏团咧，骑马嗰个我真系唔知点玩。我记得我试咗只马走咗，我仲企咗喺嗰啲嘢上面啊，落唔翻嚟，一落去就输，跟住等够钟输咗啊。
马里奥都打唔爆啊！以为玩到玩咗几廿万关都仲系咁，以为系即系点噶？因为你细个打机咧有限时，阿妈会同你讲：喂，够钟熄机食饭，诸如此类嗰啲，根本都未打爆啊！冇得 save， 你一定要 keep 住咁样玩落去啊嘛！啊，所以玩几玩唔爆。人生马戏团，马戏团咧呢家 Android 都有得玩啊！Jeff 你可唔可以帮我睇下咪仲系咁难玩？一系我唔登录，费事见到眼怨抌爆手机啊！你可唔可以帮我睇睇系咪真系咁难玩？你玩到头几关唔难玩啊？狮子嗰啲完全唔系嗰回事。你见到佢转咗只马之后咧，你又开，你又睇下白马快到抽筋，反应嘅一定系超快，觉得啊！但系咧去山东旅行咧要留上海五个钟转机，有咩嘢做？洗个头咯 ，Welcome to Shanghai！ 哇，觉得啊，想射我真系射唔到。Welcome to Shanghai！ 你有冇睇伏天啊？洗头嗰只 game 啊？啊，去洗个头咩？洗头 only 30 yuan 啊，跟住 can wash your head 嗰个成哥咁样同你讲嘛。好，俾落嚟先，成龙。俾翻啦，呢啲落去，哎呀，我都识噶。人中玩 Dragon Dogma， 系啊，都系我玩咩 game 多数都系兄弟话事。有冇超人嘅金属战士？咩 Total Warrior 啊？我反而唔系好记得呢只 game。伊达哥 Max Payne 嘅水准，我为你担心。黐线，我玩 Max Payne 不知几话几劲啊！我玩 hard 嘅，你知唔知啊？好，俾落去，哇，争少少啊！马戏团咧，咪有啲瓜踩住个波，好似系啊，系啊，系啊，你都几劲喎 ，Eternal， 你都有玩，大家都系受马戏团荼毒。想咪有，我想知道有冇一个五岁儿童可以打爆马戏团呢只 game？ 有，我一定会捉佢翻嚟培训嘅，一定系他人嗰啲干部、高官干部，一定揾佢、哎、啊，天才。我放工翻你屋企嘅飞的，为咗睇你台，我都系多谢你。我放工翻屋企，我都试过放工飞的翻嚟，为咗开台啊。嗰次翻大陆，我嗰次咪问人借 iPad， 跟住即刻喺红磡坐的士飞翻嚟。跳钢线跳下培训你。Game Boy 最好玩同埋最难玩，咩意思？我有记得红白机有只 game 要转地，但系唔记得转嚟做咩？我嘅红白机有好多呢啲 mini game 又好难打，顶入去，哎呀，争少少啊！谂下先，红白机仲有咩 game 我系觉得好正嘅？谂下先，乜鬼嘢？有咩好 game 啊？红白机你有冇打过四人街霸？四人街霸我识，我细个已经可以屈死嗰啲表哥啊、表妹啊、表姐啊嗰啲，全部嗰啲大人都唔够我打。如果你有玩到红白机嗰只街霸、四人街霸咧，我教你点屈。你一开头你即刻咧要出下数脚踢敌人，跟住咧佢只 game 有不死嘅，佢瞓低咗仲可以继续踢，跟住你继续踢佢条尸，跟住可以踢到佢死为止。俾到 David， 我真系攞唔到。魂斗罗我好易赢啊！魂斗罗两只我都爆到机，如果俾我操翻一个礼拜，我就可以两只爆机。啲大佬未出嚟，我射得死啊！星龙。我记得有一只小松鼠老友记，你有冇玩过？好好玩啊！小松鼠老友记咧，你话执起啊，自己有掉佢落街啊！细个有时同嗰啲表弟玩下，见佢咧，有时玩唔掂，你话执起佢啊，撑起佢成个人咁样行，即系惊佢跳唔到，你话自己撑起佢。大佬未出嚟，你都射得死，未开炮咯啊！讲得唔好 ，Cam 呢啲你有冇玩红白机？你有冇玩马戏团啊 ？Game 呢啲玩马戏团，你可唔可以爆机？讲真，认真一问，呢啲俾你啦，啊，俾得靓啦啲球，啊，哇，咁大贪！洛克人，红白机普普龙一世都爆唔到机，系咩？点解？玩完就一路轮回咁样玩落去，即系爆晒机，跟住 thank you for playing， 跟住又再去翻第一关，加快速度咁样，系咪啊？定系点啊？点一世都爆唔到机？魂斗罗全程开枪唔杀人，有条片有啊，嗰个精神有问题嘅人先会讲。如果精神，我话咁样玩法，嗰个根本系精神有问题，讲真，劲到抽筋，你条友黐孖筋，全。
绝地嗰阵唔杀人，我唔知佢玩咗几多次先做到。我苦练起码要，我谂起码要半年时间。红白机星矢玩到上四有啊！红白机星矢咧咪要揿密码啊，低能。我揿完密码，即系你揿完密码咧，佢嗰啲咩小宇宙变成9999啊嘛，啊我都打唔爆，去到哇成龙。嗰、那个星矢咧去到最后一关玫瑰歌，我梗系要跳，梗系如果你跳得慢咧又唔够时间，你嗰只 game 咧劲难跳嗰啲坑，我记得用阿信，如果你唔用阿信，基本上肯定唔够时间咧，一定要狂飞跳出去，啊我玩咗劲耐都跳唔到，未爆个 game boy 任何一只 game 会唔会太废？唔会嘅，我值得原谅，讲真，嗰啲唔系人玩嘅，那个。我嗰阵时细个啲，我所以啲人咧成日话咩打机冇益，我话你一定未打我机，我话要打某啲 game 要打爆咧，一定咧系要嗰个好高啊智商先做到。红白机要足球有啊，有玩过啊，唔系啊，寻日先讲啊，话有啲水氹落雷嘅时候会劈到人电啊嘛，吓、啊、功夫好记得个肥佬，功夫个粉红色裤啊嘛，佢着哇争少少攞到啊，可惜啊，要佢哋。俄罗斯方块，你有冇试过打爆机啊？你要教嗰个速度9，跟住隔篱嗰个要去到5，啊，特殊关5，跟住会见到火箭升空啊！我细个都练咗一阵先要打爆到，啊！我放给你那个，哇，小心啊！喂，快快去啊！爆机兄弟都爆唔到啊啊 ！Game Boy Game。爆啊！我打爆部 Game Boy， 爆机应该系意思系打爆部机，唔系讲爆 game 啊！你明唔明啊？玩到嬲到打爆部机啊 ！Game Boy 都爆咗几廿部啦，人咧即系狗改不了吃屎嘅，即系你即系爆唔到机，跟住又心啰啰乱嗌，都系买个部咁样，再打个，即系又火，跟住又再打爆部机，明唔明？雪人兄弟松鼠热血系列啊，必玩！啊、你又玩，你都有玩嗰、那个啊小啊咩小松鼠老友记，你哋有玩啊嘛？哇，好，你有冇睇过呢出卡通片先？小松鼠老友记啊，斩埋嚟远处呢啲，我真系太大力啊，未能够攞到。红白机热血足球日本啊，好垃圾，热血队不嬲系最渣队啦，你唔知嘅咩？热血足球，但系热血队啊最废。咩冷风啊先系最劲！琴日啊，同屋企人咧去亲戚屋企，见到佢个朋友仔咧打 FIFA 铺急输咗3-0，之后咧问佢，佢问我玩唔玩，结果入翻5球反胜，会唔会太绝啊？你帮佢赢翻啊！佢铺急有几多个人先 ？Game Boy 有只跆拳道真系想打爆！我就喂你哋不如 mark 低晒呢啲 game。我搵一日有机会，我逐隻试玩啦，我会唔会打爆机？你可唔可以投稿？认真啲投稿，将你爆唔到嘅机去 Facebook， 你 send 去我 Facebook 啊，好嘛？你将你爆唔到机，跟住我睇下边隻我爆到，我即刻直播录低佢。瞓咗冇睇边有 MVP game 呢啲？几时学咗我呢啲坏习惯？谂即系讲呢啲咁嘅说话啊？KMDD， 你有冇玩过嗰个任天堂红白机嗰、那个嗰、那个马戏团啊 ？Facebook Underground TV 啊，你记唔记得 topic 嗰度有写噶嘛？啊，但系我 Game Boy 我净系爆 Pokemon， 红白机有冇玩啊 ？KMDD 咁渣啊 ！Pokemon 净系爆到 Pokemon 要上到太空咩？搵到梦梦先叫爆机喎、啊！你有冇爆到先？如果冇嘅话，你一隻都未爆啊！我 Pokemon 都爆唔到，我都冇见唔到咩梦梦咩上太空咩穿梭机430穿梭机啊！女朋友咧送 TP Link 俾我做生日礼物，送翻咩俾佢够霸气？谂下送啲谂下先，佢送嗰啲 WoW 塔俾你，咁好咩？知道你要打机啊？你女朋友中唔中意打机噶？空手道定跆拳道啊？你啊？你啱啱有一个人话跆拳道有一个空手道两只 game 嚟噶，跆拳道我有玩一个空手道，又系劲难玩嘅，爆过 GB 嘅黑白战机 ，Game Boy Color 爆6G， 我好似处唔砌啲精灵得一3 X 只。好，而家即刻开波。
Cam 呢啲你玩咩版啊？红版咩？黄版定咩版啊？嗰阵时要储齐啲精灵，你要三柄带都有齐嘅，否则你冇可能储一齐啊！上中下系啊，上中下打人都正乜流。谂起嗰个真系童年回忆，玩到真系打爆部好多。细个真系成日掉部 Game Boy， 仲有嗰个最旧嗰部咧，黑白嗰部 Game Boy 最好掉啊，最坚硬嘅啊，跌跌极都唔坏。嗰、那个 LCD Mon 咧，而家啲 iPhone 咧，我见我啲 friend 咧，黄狗，我 friend 黄狗咧压爆，唔知佢话咩摆喺裤袋嗰度压爆咗个 iPhone。但我以前旧时嗰部 Game Boy 乱咁掉个液晶体都完好无缺。一粒死點都冇，嗰個舊時嗰個做工咧仲好啊，反而嗰 iPhone 坐兩坐就爆啊！舊時啊，你嗰 Game Boy 擺落背囊亂咁掉噶嘛，你尤其是細路仔咧塞喺書包實唔知，跟住嗰啲同學仔嗰啲好衰嘛，喺度踢人書包嗰啲啊嘛，就係亂咁 ban 啊嘛，一樣冇事部 Game Boy 硬過啊，仲勁過 Nokia 啊啲3310。依家啲 game 咧唔使一日就爆机，细个嗰啲 game 玩到人都癫都仲未爆到一半吓、啊。我记得细个食鬼，我到而家都未爆 game boy 嗰只食鬼，黐孖筋，唔知玩到第二定第三关，啲鬼快到抽筋，完全咧已经食唔到。所以啲鬼越食越变快啊，逼不得已你都唔好食嗰啲鬼啊。依家仲有冇出嚟？点解食鬼冇再出？好靓啊，俾落去，关落去啊，个大盒靓啊，过埋去，靓过哥。靓波啊，郭大侠！我当冇 game boy 波咁掟。有啊，食鬼有 PS3 出啦，有咩新玩法啊？啊，大哥唔喺我前面啊，今次终于食鬼到底有冇得爆机？我想知道。红白机嗰只星星 game Donkey Kong 啊，超人咪有玩啊？红白机有 Donkey Kong 咩？好靓 cam 呢啲接得出嚟，俾成龙会唔会自己射？哇！又一球世界波，15分钟成龙，犀利！咩个空手道2分47秒爆机系咪真的啊？黐孖筋我唔信喎、啊，戳金手指啊！我都得咧，如果戳金手指，我 kick 咗啦。系啊，先一阵我去睇啊，吓！我一 mark 低佢先，一阵我一收台我即刻睇。2分47秒爆机、啊，冇可能，一关都唔止2分钟啦，系嘛？2分47秒爆机。两粒钟就差唔多，你俾咗你最劲嗰咩云斗罗嗰个咩唔开枪，咩开枪唔杀人嗰条片，吓、啊、都冇可能。点睇卡拉翻AC米兰真咩？真系翻AC米兰咩？讲真啊，红白机咧有只叫忍者龟、忍者蛙、忍者瓜定忍者龟啊？思琪，思琪做咩唔玩 FIFA？ 去咗边度废活？思琪姐。忍者蛙系咩 game 嚟啊？我未玩，讲下，我一阵 search 下先，系点样玩法嘅？可能我玩过，但系我的名字未听过。即系譬如嗰啲，你知嗰啲有时嗰阵时嗰啲红白机带有时乱译嘅。嗰阵时我喺大陆有啲买，又系嗰啲名啊乱七八糟，咩60几合1。你知六啊几合一咧，全部一样嘅嗰啲。哇！阿叔帮你。搞错啊！好犀利 ，game 呢啲今日着晒火。咁啊，你知六啊几合一咧，大概好似有10只唔同 game， 跟住其余嗰之后嗰下面咯，50只全部都系重复，跟住改唔同名，你知唔知啊？红白机有蜡笔小新咩？应该冇啊！啊，你觉得超人先有小新噶嘛？嗰阵时啊，350合1，你知唔知啊？你哋有冇玩过先？如果你系好似大叔咁年纪大，你就知道嗰、那个。嗰幾個低能呃錢嚇、啊，你買過 Game Boy 倉庫翻啊倉庫推箱，以前細個連第一關都過唔到。我記得我手機都有嗰啲倉庫翻，又係玩到唔知第幾關已經即刻過唔到。哇！小心啊！哇！好彩啊，龍門及時啊救到 ，Terry 即刻清上去對面，即刻窩你射，成龍及時啊清到，達叔啊亦都過嚟拍佢啦，三個 mark 你一個領波啊，即刻達叔控住個波，箍一箍波，即刻俾你啊 ，D D 點啊？前面有人，俾住，俾上去啦，成龍再撞俾郭大俠，可惜啊俾人掛一掛，但係同金手指外掛，不如唔好玩，你點睇啊？睇下咩情況咯，如果你好似嗰啲紅白機 game 嘅話，你如果好想睇爆機畫面都。难免嘅，哇！
我一细个咧，仲有啲北斗之拳啊，北斗之拳系 RPG 啊，又劲难玩。我记得一开头打阿大肥佬定乜鬼嘢，已经个一开头嗰个红心我已经打唔死。我有冇搞错？我一细个喺度谂有冇搞错？点解拳四郎咁渣啊？人哋唔系笃一拳啲人啊，我仲喺度投诉啊，识唔识整 game 啊？人哋拳四郎一笃一下啲卒就即刻爆晒血咁样啊！点解大佬仲咁劲？我讲一个，啊，我仲喺度闹翻个作者啊！你有冇玩过嗰、那个嗰、那个那个北斗之拳？哇！靓啊，即刻射上去，64合1等于16合1，有只四啊一。8合1全部唔同 game 仲玩得，哇！有冇咁着数啊？48只唔同 game， 红白机嗰只龙珠系咪打飞嚟？我有玩喎、啊，嗰只玩玩下咩？玩玩下坏师傅，即刻唔玩啊！嗰阵时红白机嗰啲又系劲容易坏师傅，嬲到爆啊！玩玩下坏师傅咩咩记忆记忆消除咩记录坏，我好记得嗰个日文就系咁样，即刻嬲到红白机都争啲抌鬼烂。一流白书超人啊！北斗之拳一要行迷宫咪系咯，沙油你又玩啦，即系劲难玩啊，低能啊！你行完个迷宫已经得翻冇咩血嘅啦，你磨啲卒磨到，跟住打个红心即刻几锤俾佢打死 ，save 唔到真系冇人。嗰阵时我细个仲要识得，我嗰阵时醒目啊，咩知道冇电芯啊，要换电芯先有得 save。啊！嗰阵时自己研究啊，冇理由啊，跟住话系咪入边冇电芯 save 唔到咧？个部机冇，跟住啊，跟住自己攞螺丝批咁样喺度砌咧，跟住先发现到换到。跟住呢个系一个我细个好重大的转捩点嚟，因为咧嗰阵时咧令到我知道数码暴龙系你养嗰只究竟喺你想就系冇电嘅时候咧，你就知道要即刻换电，因为唔系会死。跟住嗰阵时我醒目。我换一粒，因为另一粒仲有电嘅时候，你即刻快脆咁抌一粒落去，即系压住佢咧，梗系有电。咁一只究极体又唔会死，咁你又继续无止境咁养落去，作威作福啊！你知唔知啊？呢个我发明，系因为我细个换过呢、這个嗰啲游戏机盒带嘅电芯咧，启蒙咗我成为一个工程师。世间五代只爆北斗之拳都系爆一世都爆唔到，我梗系愿闻其详，点样难玩法？吓、啊，唔会死啊！你唔系你细个养够极体养到冇电有佢死啊！梗系唔系啦！你嗰阵时我有事我帮同学换，我话你想换电，梗系又唔死，我呃佢，我翻屋企，我话你俾5蚊我，我帮我拎翻屋企，我要打程式，我咁样喺度乱噏24，跟住佢俾我，我翻屋企吓，我话偷偷你攞啲赚你5蚊手续费啊！哇，小心！又一部。部数码暴龙会变超够极体，唔系够狗系会死。啲 lock set time 啊，你可以令佢唔长大，变到够暴啊，变到够极体之后，哇！个大侠又入波啊，着火啊，49分钟。依家咧，探马歌词咧冇电咧会帮你 save。我上年就仲有得买咩探马歌词啊？好升喎、啊，大哥！你俾翻5蚊我。我啊帮你 keep 啊，你个够极体，你嗰个时间啊成本都唔止5蚊嘅，养一只够极体不知几难养，又要打几廿铺，嗰啲胜率又要高过唔知几多 percent。嗰阵时咧，你嗰、那个唔知赢咗999盘，又会有个咩 champion 定乜鬼嘢嘛？嗰阵时又跟住嗰啲话咩部只嘢会劲啲啊，嗰啲够极体养个嗰啲电都话俾你听都几贵嘅嗰阵时啊，浪费好多时间。超人只 Q 版 Slam 灯，我有玩啊，但系我觉得大人版好玩啲喎，要狂揿仔喺度卡身位嗰啲啊嘛，啊 Slam 灯，有冇玩过超人嗰只足球小将？劲难玩，咩要升 level RPG？ 有冇玩过啊？嗰心期废到呕，我记得唔知打第几场就打小志强，人哋小志强中场射落去猛虎射球已经入波啊！跟住你要攞大智慧 man mark 佢，跟住你咩？你攞大智慧 man mark 啊？小智强咧又好快武器嘅，啊！跟住你又出唔到心啊！冲力射球，人哋对面系健威，跟住你又得嗰啲咩手中位啊，嗰啲乜鬼嘢全部啊入唔到波啊！成队得大智慧入到波啊嘛，吓、啊！但系你手嗰、那个，因为你手嗰个小智强咧，你有得出绝招嘅。如果你大智慧，你出绝招咧就可以，例如话佢出猛虎射球，跟住你出唔知咩绝招拦截咧咁啊，可以救到佢，救佢。即系易啲救波咁样啦，啊，咁你又浪费晒啲体力，跟住你又入唔到波，跟
跟住人哋嗰啲德仔都会射入你个心奇龙门，我好记得，有冇玩过？依家咧，他妈歌词好似系超市买嘢会送旧屎系嘛？而家仲有人送他妈歌词咩？啊！但系个对波真系几劲，输都冇事啊，输三球以上不嬲劲，因为有达叔喺度坐镇，坐镇军中梗系咁劲啊！关个你希巴啦，零度，喊出嚟谂一个啊！我 sorry， 你加速揞埋嚟，喊出嚟一嘢扭落去，戇鳩啦！唉。喺度迎學國大俠咁樣扭落去，可惜我最後貪心冇射到，唔好意思，真係，唉，請英雄，請出禍。好柒啊！算燉嘅阿美，估唔到啊！嗰個波咧而家絕住咗，射唔到啊！嗰個草地嗰個凹咗落去有問題，一打風早幾日打風嗰個草地啊濕得滯，嗰個泥啊，啲泥潭絕住個波。唔好意思，嗰、那個呢啲，依家冇留意到喎、啊，有個泥潭喺嗰度啊，一係踩咗落去有泥潭，成腳都係變咗泥鴨，住住我嗰、那個突然間啊！個大俠冇專登噶，梗唔係啦，梗唔係啦，有個馬失前蹄嗰個有人整咗陷阱，挖咗個泵受氣，擺喺嗰度夾到我只腳屁滾尿流，痛到阿媽都唔認得，好。而家俾落去先，行落去成龙岭啊！好，郭大侠，郭大侠会唔会自己表演吸埋嚟？哎呀，可惜啊！差一分钟，成龙。KDD， 好，冇唔系专登嘅，太难嗰、那个位置嗰、那个呢、這个草皮系香港大球场嚟，整得唔系几好，有嗰个问题。你下次俾一個40多碼，我都即刻照入俾你睇，你信唔信？好，靚啊 ！Game Boy 一隻超人就最難爆。Game Boy 嗱，如果講鹹蛋超人，我話咧有一隻怪獸咧，我打極都打唔贏。我到而家我仲記得個名叫四次元怪獸。第一次打四次元怪獸咧 ，Game Boy 咧嗰個鹹蛋超人黐孖筋係咁嘅。佢一開頭咧會打啲怪獸啦，你打完包到坦醒人，你以為完咗。嗱、啊，俾我呢啲新我，俾多次機會靚，一陣再講啊！巴魯坦星人出埋嚟，哎呀過頭，哎呀可惜啊！咁巴魯坦星人咧，一打完啦，你完咗，跟住佢話唔係，跟住佢話咩？你仲要再上月球再打咩？啲怪獸咩喺外星唔知作惡定咩，勁過一倍。咁第二次，跟住四次元怪獸你要再打一次。咁四次元怪獸咧點解難打法咧？點樣難打法？我話俾你聽。就係、是、咧，你因為個鹹蛋超人咧，每次打死怪獸一定要用超人死光，即係嗰最勁嗰招先可以殺死佢，你先可以過關。咁一打四次元怪獸咧，你打到佢唔知冇曬血啦，咁你要用超人死光咧，四次元怪獸咧就要識反彈嘅，佢會出一招啊反彈你啲超人死光。跟我出哇，仲吹啊，冇吹罰，繼續喂死落去，哇呢啲會唔會轟落去？可惜啊，散到人。自己再射定點？扣一級先啊！嗰四次怪獸咧，哇！吹罰翻啦！嗰四次怪獸咧就反彈你嘅死光，咁你如果中咗超人死光，自己射自己咧即死嘅嚇。跟、啊、住我用個咩奇遇啲咩招咧，出過曬都打唔贏佢。好似要煮救先有出死光，係啊，係要煮救啊！啊，你要一路煮，唔可以出招啊，喺度出拳腳踢啊！打贏最低能咧，打巴魯坦，打贏都俾人捉，最後四兄弟都俾人捉曬，好難玩就係嗰只超人。跟住我記得，如果你輸咗，你可以掉佢話咩地球防衛隊有隻飛機俾你喺度掉，咩你可以掉死咗，你可以攞隻飛機掉死嗰只怪獸定乜鬼，好似放飛鏢咁樣嘅，嗰只超人就攞人類嗰個飛機咁樣掉落去，哇小心！其實咧要用達哥愛感化佢啊。講起啲 Game Boy Game 真係完全係諗起都辣啊！呢、這個頭都爆埋，頭痛。呢啲唔使咁勞氣㗎，唔使講咁多嘅，咁勞足快樂足球嘛！啊，都贏過3-0啊，開心都有錢分買。我而家入波，呢球俾我，哎呀可惜啊，想表演。
熬夜真是浪费。好唔合理，个龙门啲一瞓低咗，仲可以擒上嚟，黐孖筋。转 game 未？转 game 啦，好嘛？辛苦各位，我一转啦，辛苦。打得好好，今日扩大合着火啊，完全入晒波啊！今日咧讲完红白机 Game Boy， 听系咪讲超人？超人啊，太多好 game， 我讲嘅讲十日都讲唔完。呢啲因为啱啱讲开呢日 FIFA 都可能同超人嗰啲 game 咩？嗰啲红白机啲 game 咁难玩，你入个波都咁难，空晒脑扭到空啊，咁都入唔到，系嘛？Q 版 Slam 灯有啊，嗰、那个四眼哥哥会射咩噶嘛？射到着火噶嘛？系嘛？冇特登，啲真系发誓，一定唔系特登。我故意扭过，但系你扭都会扭到咁靓，咁样特登唔入咩？黐线，梗系要威噶啦！呢个时候梗系俾我有得入，系嘛？啱唔啱先？啲对不对？啲。冲唔入去啊！谂住冲入去嘅笼啊，谂住有金刚不坏之身，好似嗰个少林足球嗰个人咁嘅金钟罩冲入去啊！有咩可能个笼仲可以扑到？佢瞓低再起身，你谂下嗰个时间黐线，完全系超乎常人。P.S. One 啊，超玩赛车咧，有玩啊，有个臂道啊嘛，我记得一开头我成日乱咁玩咧撞。跟住撞下，撞咗鼻度，跟住次次玩我都攞第一啊！叫啲小学同学一齐去我屋企玩，之后我又话又系嗰啲输咗啊，请食饭，请饮嘢，落去啊嗰啲嗰阵时大家啊唔系啡粉有啲五蚊嘅饮针汽水，我输咗请饮，跟住我行鼻度，跟住攞第一名。我射中柱先唔系转凳，我射中柱就系转凳嘅，倒翻铺，一嚟就倒翻铺。木墙物语即刻哇！我哋而家要点啊？讲翻寻日啦，寻晚咧就话说咧有个话要揾啊呢、這个假如人族发作啊呢、這个主角啊，咁而家咧要话佢话条女唔知去咗边个墙啊，俾人捉走咗啊，要坐的士啊，而家佢话咩捉咗去码头，我记得要是但揾个地方坐的士之后去立即去啊揾翻条女啊，俾人抢鬼咗，最近嘅的士站喺边？依家咧电脑咧有冇得玩翻 Q 版赛车？好似冇。我话如果你要玩，不如玩疯狂赛车，细个必玩嘅疯狂赛车。我找咗啦，阿新尼找咗好多次会个数，起码找过三四次。我找过三至四次会个数，好似有啊，四次啊，都犀利，都认真找。飞龙之拳难玩到飞起，飞龙之拳，我坐码头浮头。日本是讲浮的，准备开浮的浮，哇做乜鬼呀、啊、佢黐线呀，浮头咁呀，咁咩山门呀、啊、好行得啦，廿五次找四次都找喎，六分之一呀，都犀利。你想想你供楼你都供几年啦，是吧？我找数一年都找四次都算乖仔。陈露表示好叻，叻机啊，有几多叻啊？但我话打紧交喎，我得翻咁少血嘅，点解？我一 re 一 re 台啦嘛，使唔使 re？ 有几多个叻？叻嘅打，而家又唔叻，啱啱好，等先，好顺，叻嘅打二啊嘛，我一停一停先。叻嘅打二喎，系比较少。二唔好 read 完仲叻，咁我继续啊，继续啊，好嚟啦！哇，一开头咁多人即刻咬断佢，一嘢扭落去，哇！攞刀喎、啊、喂，呢啲契弟，获得咁少血嘅，四两拨千斤，准备好，一嘢拨千斤，好犀利，再打落去，哇！避得咁靓，哇！打爆咗个档，四两拨千斤。会不会太劲？你睇下我，哇，大镬啦！中过一拳，冇踩我啊！一哇，
系咪要食药啊？睇下先，有冇药食？好似冇药食，喊出嚟，即刻打死呢个契弟先！哇！救命啊！有冇武器汁啊？冲埋攞极怼冧一个先啊！唔好讲笑，一嘢沤落去 ，level up！ 哇！即刻避得靓啊呢下，四两拨之吉，靓沤落去。喂喂，再避，冇得连出，因为撳得好快咯已经。后面四两拨之吉好靓，哇咁细拨完仲可以避，挡，即刻沤落去。哇，背脊挡唔到啊，冇乜血啦，求下你，俾咗出极，未有极喎，得翻一滴血。哇，俾一嘢捅落去，差佬，唔好贪刀，有只杂鱼叫谷川，快到我低能吓到我一条黐孖筋，我刀有咩一嘢捅埋嚟，差佬都够胆捅啊，吓、啊！而家我睇住今次一定赢，喂，挡唔到，哎，靓啊，好靓啊，哇，佢啱啱又捅我一下，你见唔到？好在，哇，即刻走先，嗰、那个攞刀嗰个唔系人咁笨，一嘢李小龙，李三脚兜落去，哇，串我，串我，哇，好。避得靓，鱼子柴，沤落去，棍，哇，好危险啊！好，咦、欸，打唔到你，大镬啦！冲埋沤落去先，激！好，晒一件 level up， 过嚟啊！四两拨千斤，一滴血都打我唔到，我而家开始一滴血都唔求，还拖，估到你啦，即刻沤翻你几锤，一嘢兜落去，哇！点打翻人背脊咁醒目啊？好，而家仲有几多血可以求？哇！又嚟攞刀我一条友，唔好再出九招啊！警告你啊！喺隔篱睇，唔好出招。哇！即刻避一避先，行远少少嘅一阵，俾佢无啦啦又捅埋嚟，捉住，唔好过嚟啊！俾佢出击，好靓啊！好又一件，哇！原子柴，喂！我走啊走啊，有哇！又嚟攞刀，好险啊！唔好捅啊，打翻人啊！乖乖地后面睇，喂喂喂，哇好彩靓啊呢下，争啲命丧黄泉，掉佢落海先，岂有此理！咁够姜攞刀，攞刀，哇哇哇哇，睇你走啦魔，喂就死啊，唔好过嚟啊！即刻怼冧人质，杀一件先，仲有两个，好紧张啊！系啊，咁好食足丁食法，唔好痛啊！我要打人啊！你精嘅就企喺埋一边，如果唔系即刻塌你翻身。哇！好彩我新人类感应，即刻避开。我估到我实出事，即刻行远少少。好，打死咗大佬啦！哇！吓到我心都而家同我差佬一样啊，好鬼紧张，几劲走！哇，仲未完，我系咪好劲？你有冇觉得我劲？老四扶埋，哇，有车哥啊！黐孖筋唔系仲要打啊嘛？喊出嚟，喊出嚟，点样打呢？认真得翻一格血，能力强化，有咩强化？睇下先，即刻要睇。现在得三格，单状态出反击技，这个咩？连续攻击速度增加，看有咩？有冇啲避快啲？
Regard 挡得快啲。等等啊，打快啲咧就用呢招啊！救命啊！鱼子，好避开先，好多人啊！呢、這个时候要即刻走啊！冲埋会唔会？大哥表现一滴血都唔够，怼冧呢啲人！哇，未死得，起身啦！你唔好死喺谷村。仲有条女喺度等你嫖，喂，好，狂水金钟一夜避开佢。哇，点解两次都系呢条友唔放过我？你睇下，呢、這个人系同我有仇，下下都用刀捅埋嚟。呢、這个人系同我咩事咩仇口啊？同你两次都系讲我咁嘅样，由头打过有冇搞错？不如我捞师傅啦，好嘛？我玩多一次咗唔得，我捞师傅我就去，我今次悭一开头悭翻少少血先，一夜得扭断你只手，哇，黐线啊！好，一夜扭过去，哇，弹唔到啊！呢条友系扭唔断你只手。等我先扭斷曬呢啲人隻手，扣好多喎，原來即刻 level up， 好再扭過，唯獨呢個大佬要，喂，喂有桶，呢、這個人攞刀嗰個人係同我前世撈亂骨頭，我話俾你聽，以呢、這個一嘢執你食屎啊！好，哇打我唔中。好，捅过嚟，黐线，又串我，喊出嚟，捞师傅啦！大哥，大哥讲，玩我哋，我哋讲，升 level 再打 ，The room is slow mo， 只要众人大概咧五至六场战斗，等级低以及恢复品的缺乏咧都是问题。我阿捞师傅买药。我唔知道要咁多药㗎嘛，我諗住表演，我諗住赢嗰一场我好开心，我諗住表演几犀利，用嗰一滴血，估唔到，我认真玩你话应该赢到，讲真，我係都想出嗰啲反击，如果唔係我应该可以赢到，讲真，一滴血都唔使求。我去啡粉买啲血先，等等。记住大家在这里之前先将一张的支线任务再最憎做支线任务，我一定唔做，我放心。喂、啊，呢、這个系咪咩屋？系咪我买呢啲得唔得？重屋唔得喎，重屋系咪唔系超市？一定要去嗰啲白嗰啲啡粉之类嗰啲。下低呢个系咪啡粉啊？睇下先，边度有？你可以卓 V 埋台算数，捞师傅买药之后学 combo 极，跟抌收到。松屋系食牛肉法，你生日啊？May 四二六，日日都有人生日，有我发现。买啲咩先？补抗力，又买下啲饭团，咩都买啲。三文治啊，馒头啦，肉馒，食下中国嘢，寿司拼馆，够未啊？仲使唔使买杯面？杯面唔落水，可唔可以有用啊？买多几个馒头，日本酒够啦，应该买咗六个馒头，仲唔够玩呢铺？食电池，你回咗血先，加保健嚟嘅。依家食个杯面咪知。你个台咧，千三人平均咧，一日咧就有啊、一个有多三有三个兄弟咧吓、啊、出世，都几好，证明香港生育率好唔错吓。得啦，而家够血啦，系嘛？
啲垃圾又用唔到。我而家去挑战咩啊？空步回咗血丝回咗啦。难得顺有人话开台玩贪食蛇，我而家有咩空步学未有喎？我而家好似而家系咪搭的士啊？够啦嘛！一定殺咗佢，我话俾你，一定殺佢，殺个片甲不留。买多啲力宝剑，全买力宝剑，应该够啊嘛！我而家咁多馒头，殺应该殺得死嘅，放心。信我 ，kiss my 力宝剑难饮啊嘛，下下饮力宝剑嗰个饮食唔均衡，系嘛？你要食嘅冇营养嘅。我哋中国人要食嗰啲馒头啊，食下饭有啲米气到头先有力打交。唔使咧都够打噶啦，买药。得我买啲伟哥去特，有啲咩特别效果 ？Cam 呢啲你会买伟 ？Cam 呢啲系咪试过咁样做？买伟哥，买伟哥。Cam 呢啲系得你先会谂到呢啲咁嘅古灵精怪嘢，咩买伟哥去揼骨？啊！你咁后生就要用哇哇呢条友喺度磨血 ，re 一 re 好 OK 一阵 re 啦，我打埋呢个 re 台决定好收到，等我快快脆脆 KO 佢 re 台等等啊，顺便升你打呢条友嘅升你扭断佢只手，升你未升咗啦啊，有三个咩学极系嘛 combo 极。一嘢攞个弹射揈落去，起身啦！好出极啊！黐孖筋咁样一嘢弹落去，见到都觉得痛。我 re 一 re 台啦，等等。